大家好，小江，我们现在在乌溪的上面，我们要来去看去年鲶鱼大咬的那个潭区，今年的鲶鱼还在不在？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是趁着乌溪的水是浊的，我们来去钓鲶鱼，走。决定是这个盘区了。哦，操操操操操！哦，我操！开摄影机马上被吃掉。这个各位在这里要穿长裤哦。这个。很多有刺的植物，这个都是有刺的植物，那这里这个到处都是啊。你还躲在盘区后面了。水甲哈，现在有在录。太久没有来，完全找不到怎么下溪的路。不过我们这边发现一条小溪哦，感觉应该有一些小型的溪鱼可以玩玩看，所以我们就先这里玩玩看啊，哦，再看后续要怎么继续找其他的点啊。好 ，OK。天不水，哎呦，有呢，有哎，有来追。
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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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。喂啦，舒服啦！我看这种小溪钓这种真是爽哎、欸。看到一只很像猫，嗯，那什么？石蟹猛哦！哎哎哎！好多、哦。大家。哎呦！哦，哦，多好！哦，这个自动多机。哦，一点都水呢，这。买虾。哇，这口子真水耶！哦。水甲啦！啊！操！太硬吧！好妖啊！哦，分歧哇！哦，兔子大便，兔子耶。妈的，关掉摄影机终于来了哦。凶嘞，这只！怎么觉得这只不太像卷仔啊？黄黄的，哎，呆啊！靠腰啊！是打到你，倒哎！不如今晚我们就来点，今晚我想来点红烧鲤鱼。
呦，我等下你讲刚刚跟你是中医娘过来啊。我才在说卷子好像失踪了一样，哦，都已经放弃了，关机了呢。哦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哦，总算有一只像样的了啦。哦，哦。哦，这个是莲啊！哦，哦，哦，鲶鱼，鲶鱼啦！好粗耶，呼，爽啊，土鲶，身上都是土的鲶鱼，土鲶。好了，我们把它放回去了。它乖乖让我放生吗？会呢。花了一点时间呢去钓卷，结果呢钓过也不是很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奇怪，都是些奇奇怪怪的鱼，反而卷仔主流都钓不到卷仔，反而都在支流钓到，好奇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们找机会再试试看吧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